咱客家爱节制吼，啊，当然啦，而且看吼，啊，大家拢是老面孔啦，啊，互我嘛差不多一年多，有坐来客家一届，吼，啊，相对的，时间是咬渐渐避开了吼，这是大家吼咱中医所在，吼，咱拄啊，你讲因为互我吼，是讲吼嘛心慌心恐啦，本地来到客家八点到位。啊，想象要爬起来，啊，讲哎，我过那有早哈，啊，想吼，等半点钟的线，才爬过线路来应该，唔知影嘛是空间好，哎，规路哎，哎，注意，好，好，拢爱飘飞吧嘞，啊，其他拢违规啦吼，啊，老师讲请假了违规吼，修行就是一定超越就是违规了，违规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吼。不应该做的代志，等于犯了这个规律。所以修道就是咱拄仔讲，修道到底咱的目标是啥？我讲的目标，咱爱非常的确定。咱今仔讲的，啊，修行到尾最终就是啥？要超越咱人生一大事因缘，就了脱生死嘛。要了脱生死，唔是讲哦啊对啊了脱生死，对大家拢会对。我讲的，要保证对个人个保养，先要唔敢人保证。唔是讲平时一记，我来当保证，我咱今天到对到咱个保养是安尼啊。一对，对对，先有钱啊。哦，咱前年嘛常讲，就前常讲，啊，遐会对啊，大家嘛会对，对不对？无来救倒嘛会对，对个福数无够。你去的所在无同，求道当然，咱求道是弥勒应允，无比之下都要到天庭。啊，当然天庭院啊，内底有分内院甲外院啊。我咱遮阿袂清口有几个？敢有阿袂清口的？我拢有嘞吼，好真嘞吼，有嘞吼，加油啊吼！因为吼，清口伊上爱是内院啦吼，咱这是咱前人讲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因为清口是修行的第一步啦。啊！特别既然要修行，一定要清口。我想啊，大家就先讲啊。除非讲吼，修行甲食菜是不同啊。但是吼，要修行一定要清口，一定要食素食。清食上清嘛，下得食下动嘛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你啊看，这是阴阳一定对待的道理。哦，不会讲吼啊，我做道啊，也想要上天庭。你啊看，啊有道理。要上天庭，一定爱愈清气血哦！你啊，手讲举袂了，放个就走去啊！啊，你啊灌迄种咱个风哦，拄着就落来，拄着落来，啊，然后滴一寡水哦，拢袂紧哦，迄个上重啊，上落来，你足肯定个道理啊！修行哦，主要咱讲目的是要了脱世事，毋是就要了脱在世，都要了脱这个生死啊！啊，超乎咱迄个心，修道修心嘛，要超乎迄个心。所以你也当超，当甲即个核心，恢复本来迄个心，那咧你的生死就了，就了到啦，马上进入涅槃。唔想对啊，你咱人无一口气，啊无这个肉体，啊讲要对啊了脱呢，唔是安尼，那安尼拢无都达到真果啦。真正真果用修行，咱名师一指，借用这一字的大开波图，有这因缘，我咱得闻这大道。真正难讲的，即些修，即些要成。但是我讲的，成唔敢保证，要保证的是咱家己保证家己。哦，保咱有啊，万八得超的是咱家己咱家己保证。因为咱家己对咱讲的，是不是要求到正正，求到了后，刚三辈人讲啊，咱原来咱就是一个佛啊，叫未来佛嘛吼。未来就是未来成佛，叫未来未来的佛。啊，既然咱是佛啦，啊，大家成佛未？未敢唔啦吼，未敢唔管你家己啦。讲今日，咱去论一个社会来讲，今日要做，要结婚，唔结婚，管你家己啦。要有另外一个伴，要不要一个伴，看你们自己。别人没办法决定，虽然有姻缘，
但是你可以了脱这个姻缘，你不要给这个姻缘牵绳。有这姻缘，但是你分爱有卡，你有智慧，不要丢脱别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修行，我要来证证佛果，别动袂起啊。啊，修行人唔讲结婚的人袂当证佛果啊，是安尼讲。我是讲，比如讲，你今日要成婚唔成婚，拢是你家己。你得到生死唔得到生死，拢是你家己。所以修行主要你目标来确定，慢慢一步一开，慢慢去做去修，会成的，会成啊。咱个比如咱咧做每项需要个会少个，你目标应该确定定。比如吼，咱即摆讲起，阮学生啊一个孙吼，啊开始伊咧读幼稚园，啊要参加啥物三个班，有需要无？当然啊，你若要认读拢需要，是咱种个读经班啊。你只要来读经来背，哦，我定讲我呾会背，迄个课代来，遐济岁啊，伊不啊认真要背，会开袂？我背三科、五科拢会，背甲唔慢啊。是在啥物所在就是。所以修道，甲一般无共，甲一般啊宗教听道理藏身无同款，因为藏身是迄个心念念忽然善，啊忽然就无善，哦，拢是安尼，变化无常。当伊修道，你只要终极知影。所以咱天人古佛有人讲一段话啦吼，就讲修道的终极啊吼。修道，那唔得修道的宗旨，嘛安尼，人讲的，枉费食菜食死人，枉费甲人去听道理，枉费甲人去度人，办到修道。修道宗旨是要创啊？咱敢有人知影？迄是天人古讲的啦吼，天人古话吼。咱修道的宗旨就是要量自性伊的光明，因为本来未来是佛嘛，啊佛，伊要靠任何伊拉达，无任何伊的定啊，伊是光只只无为道道的，这是恢复咱本来面目，恢复，唔是外口入来，嘛唔去找啦，伊本来就安尼啊，啊因为啥物进步我都安尼，因为啦，你有靠了定啊，不要垃圾，不要种种的物件，所以。你无回我道，啊！所以修道到了，修道到了，就是要用自己的自信光明。若不用自信光明，就命，咱个来讲命发在命啦。迄、那个讲出讲个道理，我感觉非常就成功。讲道理，感觉天女散花，地用金莲，感觉非常的命。有啥物路用？对不对？你度足济人，有啥物路？有啥物路用？这毋我讲，是天人古讲的。哦，即个词语内底吼，阮大概有搭着个，有啥物内容？像咱讲，对你有啥物帮助啦？伊是讲个，咱听个讲，啊，有啥物用呢？讲对你有帮助无？重点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我像咱讲个叫新光个钢筋啊，刚刚咧淡薄做出来啊，哦，啊画一个烟火啊，哦，啊加写一饼，啊，迄个讲是。酒饼，敢会食钱？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无你叫成功食看卖哦。啊，这后壳会食，这野话小话白讲。啊，这明明哦，对不对？鱼啊，啊，你为着因我讲这是饼对啊？落脚纸上就有法啊，直签打通顶河啊，对不对？以前爱有法，经就是种个路径，就是要去遵守，就是要去行，就是要做，要去行。咁是安尼。啊那伊经典，我讲，我早头来讲，听道理，就要用伊这粒心去更加明白。
更加更加更加有信心，而且对这条道要行路无彷徨，拄着逆境来，你袂惊呀，是安尼啊。啊，重点是啦，重点是讲你在生活当中要安那去啊适应，咩叫做？所以呢，我今日的题目就是讲哦。这个吼袂用，拢去绑着个，啊尽量莫用过，啊我用尽量莫看过，啊我都，啊但是应该吼记忆袂遐好啦，啊嘛我都，啊慢慢袂去看看伊体会啦。如何修行？吼、哦、修道，道就是咱个本，咱个基；行就是啦，咱个用。就讲咱知影迄个道，迄、那个本来，迄、那个体，你知影迄个体。道就是我们的主题。哦，啊，你变来去啊用，变来去用，哦，变去啊妙用，就咱做主持人，开宗就做传经开宗明义讲的，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但用初心啊变了成了实佛。初心就清净伊的心，当然你在有天落了有天，无落了有天，拢有在作证。都有在这个人人的色心嘛，色意识当中，哦，有这个色，有色啊，就有分啊。到底这颗心变化，就讲要对待，对待是阴阳嘛，有好加歹，哦，有日叫暗时加日时，这种阴阳，咱讲了，拢在讲了，讲对待。但是呢，希望咱这颗心呢。有对待了，搁找回本来迄粒无对待的心。在逆境当中，搁找到咱本来迄粒心。所以讲，在修行当中，你咩啊去修？我上讲非常生活。就我来讲，道在生活当中。因为生活每一点拢是道，毋是有断掉道啊。足侪植物，无毋是怎样，足侪花啊，啊咋认为讲，哎，在有断，听道理，哦，啊这有断有道呢？只有空定呢，只有种种呢，拢灌输这个理念，唔过咱袂使叫这个理念放掉，这是对唔对？个人的智慧吼，快用这识吼，用这智慧吼，而用智慧呢，你袂智慧就要调到对待，要调到阴阳吼。因为你若落这个物件，落你内底这个物件，你永远就是这粒心，找袂到咱本来这粒心。因为用清净的心就无用啊，无有对待。如果你遐对对待待，就用咱人的心了，做侪个起起落落，了做侪个变化，就无达到真正无哦清净的无。所以讲咧，在生活当中，我慢慢来，咱慢慢来谈。在生活当中，咩来当修起？从生活当中好好的哦，行应用。在咱生活中，我只讲的每一个言语吼，来每一个生活，每一个对待拢是有道啊。因为这是咱人生吼，拢无去啊，忽然掉，阮就用啊来有断则有道。其实讲，伊生活当中真正就是，无咱真正要思维啊，要换来不断吼。迄段大家拢做好呢，拢做客气，拢做慈悲啊！吼，咱听去，大家讲，咱大家拢做慈悲的有影。因为段吼，声音较少，有啦，有啊，话人讲有人就有事，但迄个事拢是用差不多讲了后吼，伊讲事了后吼，有一寡分寸，一寡对待，一寡看法，一寡，有法度意见袂合，安尼入去啊。我甚至要有利益的，有利益关系吼，较少啦。利益关系就比较少，哦，我们咧伊就着安二十多栋啊，拢是牺牲奉献较济。做这方面就着讲啊，我要
接伊个吼利益啊，伊个盘鱼啊，边斑鱼啊，即种个，大部分拢是拢放袂较济。啊，所以讲你有单，伊道中讲买，知影迄个道吼，要哪收起哦，要哪收咱迄个心吼。哦，咱时阵看收刀啊，收迄个心啊，迄个心叫哪？对待心，叫黑心啦吼。对待就是分别的心，这个心就是安尼，好加歹，对他对待这个心，啊歹伊看到，啊歹伊收到，来，会有着咱心啊，着讲出去大了后，伊咱个生活当中，伊咱个家庭，伊咱个社会，拢正依附着，会袂？哦，咱就讲，你迄、那个，迄个，咱们昨天还用个，啊，李组长嘛吼、哦，我用啊，伊金峰我写了好条，叫伊，伊收也好啊，哦，啊伊啊这个社会哦，迄种像阮华甲单成哦，拢已经伊社会，来做头路个，声音足济，语态有足济，对不对？言语有足济。当人一句言语来，伊要用什么心来面对、对待？你开始伊迄个去分别啊。当迄个声音来，讲咱慢慢听好，这声音有合无合？有没有合道不道？那是道吼、哦，道就都在自心嘛。哦，咱讲个迄个本来迄粒心，迄、那个分光光个心。恭敬的心，自在人心嘛，吼、哦，那是安尼，自在你家己去了，然后迄个笑啦吼，光笑啦吼，看你家己比远了，为迄个笑是安尼，哦，啊为笑是足宽，伊心拢足宽，无论人心安怎来，伊拢袂记啊，披心动念，我哈，拄到一个真理。这真灵哦，我们用白鸡咩来遐买家用吼，买讨教对啊。因遐真灵讲吼，啊，迄面遐地方办咧做，你遐侵犯吼，到底因遐办有啥物办咧才方便？啊，到底啥物原因？哦，你去就对啊。啊，伊迄个真灵就当个大家在一起客啊，哎呦，开始就讲啊，哦，迄、那个真灵刚讲点点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道心两个分道道心来开始就是哦。赞叹营养，做好做好做好，啊！恁请啊，安那那一直讲一直啊，啊，屁事就对啦。不过你真是都无动于衷吼。伊实在安那讲拢点点对，甚至做好咧泡茶请伊，哦，请了后啊叫伊边仔一个护法吼，啊，来，哦，来助理，哦，来助理对啊，这你嘛卖讲话啦，哦啊，你来甲伊聊聊天啦吼。啊，真了伊发着中道堂，你十二点嘛，人伊发着中道堂吼，人要请你来。这是一个典故，以咱以思维当中，一旦看到一个修行者吼，以咱的生活起居，伊对待每一个人拢是哪，以平等的心吼。咱我都达到这个平等的心，就是啊接近这个道吼，这是咱本来啊接近。因为哪讲，你拢无平等就是啥，心平和乐之间。心得保养修行吼，这是咱独独在这段话。讲咱的心咩，咱达到平，无好加歹，无对害。当然，无环境啦，你唔知影。比如讲家庭好，夫妇相处就是多嘛。哦，啊，伊阿母当中言语上侪，爸囝言语上侪，对不对？迄拢是用言语的对待啊，不管。你站在做翁的人、做老爸的职、的身份的人，到底你真有理，你站了真在。不过，迄个声音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迄个声音会啊？你讲，那么别人的批评，就是当作你啊，你修炼的一种的背后，咁是安尼。不过呢，咱讲有一番教训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别人这个声音会晓讲？啊，你对无多好。当然就是啊，
了解这个道理了后，你的心对事就较会平，比较能够平。安怎讲？你嘛我讲不来，我讲的。啊，今日我去做工过倒来啊，见到了舔舔嘛吼，啊上吼，巴肚都枵用的啦，因为寒天哦，啊紧想要食，吼枵嘛。啊太太，伊嘛是无闲啊，就话早我爱做搭去做，伊嘛到我去做啊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去做工过，啊倒来当然我无代志啊，太太爱去煮饭啊，对不对？啊伊煮饭，我准备洗牛啊，啊洗牛了啊袂煮食。啊，我都有耳朵讲，啊，你干脚手遮慢啊，啊，手一顿崩安尼，哦，慢死蛇，啊是要安那？啊，伊来要赶来有单的，哦，啊，早拢会讲，啊，要赶有单的，啊，规日要来，都赶袂完，哦，我诶，我批迄个心哦，对个，为虾米要批迄个心？哦，我回想较早，哦，甚至呢，囡仔若读册啦，啊是安那，老爸家己歹啊，对不对？为虾米读无册，为虾米考试啊？变科技倒来，分数倒来，一定有声音咩？不会无声音咩？除非囡仔做个特质是吼，咱干太太吼，哎，干太太，咱去做个特质主动自发的，嘿，哦，你拢袂起落的，啊，不戴口罩安尼啦吼，感谢安尼来口罩来吼，囡仔要想，大人就唔免烦恼啊。啊，若囡仔袂想，当然你较烦恼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定爱做对做侪心啊，啊去去面对啊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知影去。开始去哦，迄个念头去，哎呦，书来拄我拄讲，为虾米拢会安尼？哎呦，有因缘来了后，起一个念，先去啊，去了开始产生这因，对不对？比如讲啊，为虾米人要来讲这句话？有理无理不管啦，咱即摆要讲对甲唔对，以情理法内底，咱卖去分配讲情甲理甲法啦，咱卖去分配，因为修行人哦，咱即摆讲修行，甲一般无同啊。一般拢会讲吼，啊情，你有下力无？你有下劲无？发情，你发这个物件来论啦。啊，这当然这种对待啦，没完没了。伊讲伊个，伊讲伊个，对者，公正以上，啊当然，伊情开始也对对对哦。啊，因为到底公正利益咯，啊，这个当然公正对发，啥物较有利，啥物较无利吼，就讲讲个拢是，甲咱收银，甲被收银个啦，伊一段过后一段时间啦。咱要收音啊，就是知影迄个意思个，讲伊来讲这些，为什么伊要来讲这个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要发这个脾气？为什么你要安尼对待人？你拢爱清清楚楚、清清楚楚啦吼。哦，非常的明白个对啊，明白清楚，讲你非常的明白，到底你为什么起这个念，是一个念。修行你啦，迄个念你唔知影，你起了你唔知影，你落了就是起啊，因啊哦是因，因过来卡这个缘嘛，伊来咱凡夫过来时喏，哇我啦安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啊？以后你就去看。因为你有时啊，起一个念头了后，他先在贪念，贪出来，缘无着，哦，环境来啊，就去抢掉啊，去安那去安那去啦，我做者做了后壁，就是这个果。我爱讲话讲，你要知影迄个起，伊个起，同一念头起的时候，马上清楚，哎，动开，安尼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念起了后马上杂志，没有法度无，当然无法度嘛吼。正咱性命，诚心为稳命。咱搁烦恼的时阵，迄心物移动正常，咱就知影。当迄念迄个一刹那开始，咱马上知影，马上啊动止。就讲你无别起迄个无好的念，无好的念头，好的念头产生的是咱人的啥妄心。妄心的是拢讲妄念，妄念啦。迄个念头妄是造出来就，迄个念头出来了，你的心就开始。变啊，有迄变化，你也慢慢也慢慢也思考，吼、哦，慢慢也叫做，我当我要骂人的开始，第一念就是啥，敬嘛吼。为什么促出这个气？敬，敬强敬强，迄、那个敬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环境的因缘差的时阵，你会气，啊，无代志的时阵会气袂，嘛是会气啦。
当你无代志时阵，你的体谅的嘛是体谅，会想足济，想足济是对啊，毋对？你看想足济，敢对？哦。以清净边个你看行啊，行好清啊，以心了之。心呢，好清，以那叫清净，对不对？你无可能讲啊，我保持保持清清净净，对不对？你若当保持清净净净，那安尼妙，迄个妙法，迄个妙地位你就造出来，那安尼你要。心慢慢，迄个物件你慢慢一下，慢慢绵绵不断的物件，产生，比如交流心有滴啊，就讲咱白落雨之前，为什么遐众生拢知影？中药今日遐动物拢知影，皮囊人较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吼，遐狗仔开始搬树的时候，知影袂做大作业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你若白落雨之前，遐动物拢是知影。鸟仔开始哦，飞飞起来，当拢动作紧，知影。我迄种版本哦，拢平常都知，啊，大生知，为虾米？因为伊心袂去分了，袂去学这欲来牵啊，哦，袂去学那，这牵了啊，伊所以非常清楚。不过咱人的心思足侪啊，咱的念头嘛足侪啊，所以咱无这个心是无支持定了吧。啊，要持定了，当然是足侪伊个盘的一直走出来。所以我讲个，伊这音浮着，音哦开始起音啊，对不对？人个就人哦是拢是迄个音啊，音啊产生这个音啊。若无迄个音，伊就无迄个音走出来。所以音缘若起了，当然后壁是果啊。换一个角度，咱个换一个角度，叫做修行个人，修啦吼，咱是要静啊。进不够嘛？进不够，我那咪要进众生够啊！所以要既然要进不够，那呢就啊，就大家讲，你生活当中你的起居动念，你怎样，就是要对啊，点点滴滴开始就修，慢慢起来一直修起啊。啊，那无哦，佛法，刚刚讲佛法噶，佛法呢，伊只几堂佛法嘛，就讲个二三十堂来。在咱修行当中一步一步，哎，对，一时间咧过做怎样？八几年安尼过啊？八几年过的时阵啊，阿变呐，有过伊对，哦，遥在天边啊，吼，有诶外远离咱足远啊，足遥远。为虾米足遥远？你也摸不着这个，迄个到底迄个佛哦，迄个自性，咱讲迄个自性，清净迄个自性。迄、那个妙法，迄个清净，迄个自性，咱个主人公，当是要迄，当是要迄，伊也无，也毋知，咱也毋知啊。但是，咱有去做无？有啊，真正有去做，我嘛有慢慢开始积两三档来开始用心，用心啊，大机啊吼，大迄个机啊，因为啊修行哦，毋是讲哦。当时要开放，我讲，为咱囡仔吼，啊，十迄个孔老师有着迄个十三，迄个啥物寒毒，寒毒你知嘛吼？寒毒吼，你说咱寒毒，寒毒一个囡仔，伊我大阿叔孔老师，伊是孔老师的，人讲的启蒙师啦，启蒙师啦吼，启蒙啦，讲伊真正拜佛说启蒙，讲迄个言语，伊感悟着。哦，伊开讲着吼，啊，所以讲诶，咱伫生活当中，其实讲诶，生活每一样拢是咱诶启蒙书。主要呐，你会当啥？去了解吼，你去花者，哦，去觉察得到。迄个拢是咱个启蒙师，我讲啊，为虾米伊会晓讲这话？这讲这话就是咱老师啊。你若会觉醒啊来，哎，原来我错了。只要上大个勇气呢，要认错的人哦，
要家己知影讲伊唔对的人，还有相当伊个性，相当伊勇气。明明你对，人家来批评，你话当啊歹势，我唔对，这也相当勇气啦。我为啥讲你话当安尼？因为啦，我拄啊正常讲，多只平等，你是不是足平等的？伊来讲，伊敢有理？伊个人讲的时候，对啦，伊无能力嘛，伊也是非嘛，对不对？伊唔知是非了后，互你感觉到，哎，因啦，我看得到他，他起那个因，为什么伊要起迄个因？来，我讲这话，伊我都会体会这个物件。人讲的，就是讲，伊来啊，这个来的时候，就是要你平常生活当中做受用的一种活力，把一种伊的提升。不过咱往往拢无多，站袂住啦。卖讲哦，咱有理啦，不过咱无理，咱嘛站袂住啊。安那讲，面子问题嘛，吼、哦，面子的问题啊，下不了的。尤其是哦，不管是查甫也好啦，查某嘛是安尼，查某嘛就爱面子的。我希望我那我真正真爱面子啦。伊个唔对，你嘛袂讲啊，我唔对啊，哎，反正啊，就讲我错了啦，无可能。我做这吼，有这种啊，但是吼，是话顶个吼，咱好好学习啦吼。这顶个其实讲个家庭，以这种快乐家庭当中，你若安尼会当去体会，会当学习，安尼就是咱个思维或者是咱心境。哦，我想啊，早正正听一个顶个，就是讲咧，一口闸吼，两个阿婆成个冤家。风格袂错，对个，不管是人三日一呢，啊五日一，反正会相拍，袂定啦吼。哦，相对的，会安好。啊，另外一家呢，大家幸福做伙，前一个孙，逐天哦和和和融融，快快乐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安尼？嘿，一家阿伯讲，奇怪，咱两个啊，啊为什么咱两个平时拢斗袂吧？啊意见拢会冲突，为什么拢安尼？为啥？拢无要紧，不认错啊。伊讲，伊安尼也对你无好啦，安那那开始啊，两个情况就开始来，意见就有啊。啊，若一个要听伊个好咧，啊，若唔听咧，两个开始吵吵闹闹。啊，另外一家咧，拢安尼和和快乐，遐济人做伙，甚至有大家幸福安尼做伙，二会当快乐，足奇怪。因为阿我就要去看卖，到底恁是安那过生活，而且会当安尼大家快乐乐乐。哦，一天个去探讨啦，啊，拄啊看到迄幕，袂讲吼。因大家本来一片孙，对不对？啊，片孙当然迄个孙哦，红颜也出世无久，唔爱是叫朱丹琪，还是巴肚枵，唔知影，也片无好势。啊，讲啊，叫叫新妇，新妇都煮只中豆豆啊，啊伊也煮只，对不对？煮饭啊，哦啊，整个煮好啊，都伊也切定啊，对个。啊，因大家听因大家就因新妇哦，哦，唔总来，到底，阮大家唔系化衫哦，化到遐紧张就来。原来囡仔好，伊要从伊块乳的种青啊吼，迄嘛菜瓜薄青啊，不管哪块啦吼，下在伊头啊哩，哦，啊又去有镜，对不对？啊，因迄大家就去外口散步安尼倒倒来，对不对？啊去，甲行咧用镜，啊怎用镜，怎脚速度用镜，行了甲喘喘，啊想讲要坐落椅啊休困一下，袂得。坐咧我害啊，彼块菜瓜薄淡薄落，对不对？我坐坐铺底淡薄落。哦哟，哎一声，因新妇才走出来，啊，歹势歹势，马上甲因大家回收歹势。迄我唔对，我无应该从伊即块吼，菜叶皮带伊啊底互伊坐着，遐作湿咧作歹势，一直会湿咧。因大家，啊，迄毋是咱新妇唔对，是我唔对，行者孙啊配袂好势，毋则叫新妇来，毋则来从伊块菜叶皮伊啊。因大家讲，无，拢无唔对，是我唔对，我要坐也无看好，迄一块菜叶皮遐无代表伫我啊坐咧。大家拢承认伊唔对，你看，迄个气咧，迄个气的音走袂出来，马上无迄个音，后壁趁用闲啦，嘛袂到定迄个果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唔是咧，你看是咱伊修行当中，当心习惯性啊，讲变啊改，那我倒，因为你又唔知影，唔知遐爱夹擦着，哦，夹起哎，原来。书拢有伊个因缘来，不管是伊对待我是好啊歹，我伊感觉着了，安那，
也要去那关脚，关脚了吼。也要来关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无透底关脚，你吼、哦，佮安那病来病去，用来用去，你拢唔知影，唔知影啥物所在，对。安怎讲？风风有理，啊，婆娑婆有理。伊也做工程的啦，唔知要听啥，人做工程嘛，唔知影伊个分别啦，看片啦，好。因为安怎讲？讲听伊讲嘛，解真正有理呢，爱听这个讲嘛，解真正有理呢。啊，到底你为啥？啊，你为这嘛袂使，讲那嘛袂使，敢是安尼？虽然讲我唔能插人家来事，唔能插阿婆台有名嘞。哦，因为啦，起头你又唔知影，你半路插嘞，讲你要做工程有法度吗？其实讲的，拢无法度。所以你若透过自己的关照了，了解啊，对，唔对，伊马上会知。不过呢，咱拢无透过关照，输来了拢无去敬关的检讨。所以人欲做，人拢用啊，拢看到啦，对方也不是啊，啊，迄对唔对？唔对，行这咧做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对不对？拢是看到，不然对方安那付出，无法哦。平平咱房啊，把家己安慢慢体谅。啊，早咱袂想，好，啊，我为着这家庭，我安尼做拍拼，啊，做生意拍拼，啊，无然无成绩哦。我来谈啦吼，啊，为什么你搁未满足？哦，咱不能想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哦，太太可能话有一个足侪个冤嘞，啊，我嘛无忌讳话，对不对？哦，也无食哦，食咱食素食噶，也无去跋筊，啊，无去啉酒，也拢无晓解开啊，安尼你搁无满足？啊，到底安那？原来哦，原来我的毛病是在哪里？你正在反省啊，唔是讲你做拍拼个赛，你无够温柔啊。原来我不够温柔，也不够体贴，原来都是这样产生这个毛病出来。哦，按我来毛病一样啦，因为你有一发觉到，哎，啊，太太我不需要你赚这些钱，你主要对伊较好诶，啊温柔诶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啥物代志安尼可以，哦，处事为伊设想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安尼唔足简单，安尼做袂到啊吼，是不是？安尼我做袂到，啊变啊讲甲人讲咧收钱。其实讲的哦，一个吼，因个爱参好，啊太太呢，太太是真好，真正做好，哦，啊但是呢，咱拢无去体会伊好处，他的优点，他的优点，如果你可以去找他的优点，就不会看到他的缺点，人拢是看到伊的缺点，拢无看到他的优点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去关照。关照我们自己，然后关照别人，哦，别人都是我们的优点。如果你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，那你就没有起心，你就没有那个分别的心就走不出来。因为啊，你保持欢喜的心去面对。但是呢，当修行讲无去的分别，所以哦，我们要常常去关照别人的优点哦。哎，有点人一定爱叫别关照。啊！你关照啦，自己的缺点哦，缺缺点，缺干不缺？行，哦，对啊，缺哦，对对对。咱若无去关照咱家己缺点，咱拢认为咱做好，是不是安尼？你一直安尼落，我你都会愈来愈歪。为什么你会领导愈来？因为内底迄个物件啦，啥物个清除掉，你拢无去除掉，你永远拢是掉，对不对？啊，修行就是要去除这物件。啊，你若无来去除，你十档、二十档，身体愈卡愈高呢，为啥保持安尼啊？所以咱的第八意识、第八意识吼。叫中意识嘛，为什么这成果嘞？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像那电脑哦，你个喇叭个哦，除了无爱用，你也无爱删掉哦，伊个呐，存不进去嘛，咁是安尼，哦，会网弹嘛，因杂杂啊，出面。啊，所以讲，迄摆为什么咱每一年拢爱
年到，哎，大家来拼扫哦，安那讲，拢卡了足侪泥土，是足侪泥定个，甚至咧要足侪泥垃圾，一定爱把它撇除掉，有患难之心，所以咱通常讲，玻璃心、玻璃心、玻璃心，就讲叫咱每一工去关照咱家己迄个心，到底你卡着啥？比如讲你卡着，看你卡着啥物意识，你卡着了后，你要解除第八意识、中意识当中。爱靠过啥？靠过观照功夫。何况你第一间咱咧动手啦，你若毋知家己个定力，你无打输啦吼。一间厝即内底有足侪定力，你看袂到啦。伊就你看，伊工顶也无够力，看袂到即间厝内底有定力。即有咧灰尘足侪呢，你看袂到吼，是伫咱肉眼看袂到。只有咱个自信光吼，我都去观照照到。我老比来讲啊。啊！只我啊！只带针汤吼，反正迄个三楼院内底吼，拢一个天汤吼，应该咱那条是天汤厝古厝内底吼，上古早啊，后一个只有一个天汤。啊，天汤呢，你若你是日头啊照来，迄天光透过迄天汤照来，伫咱厝内迄灰尘飞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吼，迄一滴一滴一滴，迄日头光照来，拢看到迄灰尘，迄个尘啊，空气中的尘埃，看会到。对不对？啊，迄你就敢看会着？咱若无透过观照、观照功夫，迄个光照嘞，咱内底迄个心识、咱个心意识，无多加照开。我讲个拢就是应该拢对嘛？为啥物拢拢对？因为我感觉我修行我足标准啊，感觉我安尼做无拢无唔对啊。而咱个日常一直空虚妄想，一直撞，一直撞，嘛要感觉唔对啊？咁是安尼？所以讲诶，你拢无透过观照功夫，以后因为你无透功夫，无多啦出力。你若无出力，就是直接乱调诶，拢调诶。哦，迄个之前我讲诶，种诶。无减不减，甲一直顶，咱个光明个自信，咱迄个自信根无一直活，一直活。为什么一直活？问咱家己上清楚。为什么问家己上清楚？进来吼，你个起心本来是拢吼，咱若一个即个来吼，即个自动自来了，伊马上会反弹回去嘛，足紧个。比如话小讲个啥，比如讲咱家己家小。风力也足大，挡着不了，马上要趴倒落。迄是反对的力量。当吼，咱迄个心吼，无代志的时阵啦吼，也是咱去听到一句话了后，你家己注意起个心会变，我们的心就变化。你慢慢越观照，迄个心的变化反弹会足大，对啦。为啥物反弹足大？家己有关的时阵。甲你有利害关系时，你反弹绝对足大；甲你若无利害关系时，听听的，会稍微动一下，安尼有问题。好，回归倒来，为什么甲我利害有关系时，我反弹会遐大？因为你内底就是你内底伊的总意识，总意识会影响到你的心识、你的自信迄个物件，马上反驳。所以嘛，就是讲，无好好避一下啦吼。你唔捌吼，尤其你上尊，甲你上关系密切、关系上尊敬的人也好，哦，爱甲你上恭敬也好啦吼，爱咱家己，迄注入伊个观感的时，你嘛知影，别人个囝，你讲啊，你囝仔上容易做歹，啊，你个好啊读册啊，你个种种拢会苦碰啊，你看，别人个囝啊，甲你无啥关，你会当安尼苦碰，唔过咱个囝无同安尼。爱之深，啊啦，则是切嘛，对不对？你若是爱你的囝好，用足侪个方法，用足侪个物件，要钱要环境会当上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安尼？这家己有利害关系。好，讲一个人是为，甲咱有密切关系，就是要咱自身会当公平，卖当迄个贪欲大时阵。开始交战了，两个开始交战，
一个要救人之类啦，啊一个要上天堂的啦。咱人哦是安尼，咱人生的变化足紧哦。你慢慢去体会。你今仔本来好好，那菩萨的，啊因为我今仔无啥物代志发生啊，那菩萨，哎，我为人哦，你安怎讲哦？讲啊你啦，安尼做那做奇怪，啊我无啦，人讲啊啥物人讲的，我害啊害死啊，心里就气啊，去做这些波浪啊。你波浪也足大，为啥物？有家直接来讲着你。啊，你修行，你若无透过关照的功夫，你这件代志我接的，一世人接掉。有咱讲的无？食愈老啊，接触会愈重；食愈老，过节会愈重。为啥物安尼？因为呐，你代志来拢无伊啊关照，无伊啊处理，这件代志永远会掉的，伫第八意识当中卡掉。卡掉这件代志，你无解决，第二件事代志过来，第三件一直卡一直来，那安尼你要成佛，因为伫倒咧会愈晚，对不对？家己你会知影，因为呐，所以修行要透过关照啊。觉察到了后，每一件代志拢有一个因缘，你也慢慢去体会。人好你代志，啊人对你好的代志，拢有个因缘啊，无因无缘袂当去做伙啦。咱今日才共聚一堂，迄拢是因缘，慢慢要体会迄、那个，生活当中慢慢要体会，迄个慢慢要体会，遇到代志慢慢要觉察到了后，慢慢要关照，另外也上啊，为啥珍珠啊？珍珠爱人讲无一日三省五心，为啥物要讲呢？为啥物叫人安尼？因为啊，你无去啊，觉察无去省察了后，你无等于发觉。思维因由你发觉袂出來，想拢无，为啥物你想无？咱慢慢体会，为啥物想？我一工嘛安尼过，啊两工嘛安尼过，啊改成我安尼修行安尼就好啊，啊未来哦老师来带咱倒来好啊，拢认为安尼，你叫哪？教化，因为啊，咱都唔能着宗教。人讲吼，啊，我像阿弟，我所以讲啦，讲由于这个教啊，伊家己拢无，家己伊的文化哩，家己拢无提出迄个觉察的功夫，拢无提出迄个心察的能力，家己拢无这文化。到底这个江苏所讲的，真正到位啊？那老师有要带咱对啊吗？啊，那安尼啦吼，无比一个吼，慢慢也慢慢，咱慢慢也分，咱慢慢来分析啦。诸佛菩萨。法力无无边无，弥勒佛妙法无边嘛吼，观世音闻声救苦嘛，安尼法力拢无边无，哦，绝对无边啦吼，有无啦？无台湾分别啦，咱回答一下，弥勒佛妙法无边无啦，观世音观世菩萨闻声救苦无啦，有嘛吼？啊那呢？咱拢没喜欢嘛，但是人救好啊。关系无得处理啊，弥勒佛嘛，代志方圆啊，一秒不变啊，对不对？即马唔是伊买球呢，伊要换换一个角度倒倒，那有没有球无啦？我看夫嘛真平安呢，那有嘛吼，你就无比球无平，唔只系当我球啊，对不对？弥勒佛，逐天我笑眯眯，你有逐天笑眯眯无？无忘无乐无？无嘛，无哦，迄个顶你就袂下。对不对？伊虽然妙法无边，要何必咱众生？不过咱迄个频率改袂下，是无？那频率改袂下就反方向嘛，敢是安尼？就一直离开愈来愈远啊。虽然伊想，对不对？要阿咱救，不过咱无得救。所以讲，身份呐，我都能救，那咱大部救不了。唔免咱拢吼，唔免拢咱这吼，搁电话拢在化身，哦。拢小道理，咱是老师的小道理。你若要度化众生，佫想要来大家啊，大家讲，我大家看赶紧闻道，莫用来修道来学道，换来成道，就免啊。有神论讲啦，所以咱爱认识咱家己，讲就是这个教啊。咱以后啥物人会来讲就自度自性自度，不离度啊。佛无度人度啦，佛若我度度，啊，大家度了了。所以咱一定爱自性。度咱会记啊，家己。咱家己若想要成佛，爱对生活当中的起居，家己慢慢去发觉到，
慢慢去改。因为啊，你愈企图遐物件，愈企图，欸，做单经有一个讲啊，不修得哦，愈修得难。哦，六祖，好，讲哦，六祖在讲哦，伊讲哦，世人若修道啦，一切尽无妨啦。咱若要修道，我每日大家拢会当修道。主要你若要修道，伊讲，拢会当修。但是啦，有一点你爱切记哦。哦，伊讲咧，相助见义果。伊道即相当哦，咱个常常爱自己爱发照，常常爱看着咱家己过错，哪会甲道相当啦？应常要接近这道，就讲你若逐工会当发觉家己过错，逐工会去对遐应该，比如讲你受啥物所包，比如名也好啦，为了歹名啦，为了歹利啦吼，为了歹情啦，哦。哦，即个物件，即种种物件，哦，爱物质啊，种种，你拢知影，家己啊，安尼我唔对啊，讲，你的起心动念，你家己知影，来，伊就即种种啦，哦，啊，想到咧就啥，不见，哦，哦，伊就伊种来失位咧，自幼到啦，吼，各不相逢啊，伊到咧，秘密处咧，终身不见到啦，讲咧，咱今日。你要去外口找道，哦，要去外口找佛，都有较好诶，拢拢毋是啊。所以讲，我拢爱怨怨人啊，咱自己就会在即个物件去关照。对对，自己内底发觉到，迄才是实际啦。哦，这是咱讲诶。哦，生活当中，当咱生活当中咧，咱也无去啊发觉，其实讲诶，一工嘛安尼过啊咧，两工嘛安尼花啊过啊。哦，啊所以讲诶。咱讲第一点，你看那个作品，克制哦，自己，有啥物拢爱克制咱家己，因为我讲的。迄、那个境来时阵哦，你若无咧去坐，要去坐拢目标已经立志啊吼。迄个志若入咧啊，但是呢，立志你容易安那退志。做阵容易啊，我嘛是安尼，我暗吼，足爱学到吼，我若对着一黑板黑板，我嘛做好黑板，哦，我暗吼，啊去。啊，人讲啊，有迄到迄个，互我讲啊，咱你当参加，各个组别互我上去参加，就好去参加咱中心的大学会，大学会，哦，足好咧，好上好，这调整者吼，啊，因为你经理吼，诶，讲足好，我上吼，我来听伊讲，也是在调整家己，我去报名去参加，报，啊，大家因为讲大讲师啊，迄大家讲台中的大讲师啊，我们中心的大讲师，我去听，哦。我倒，一直讲我倒，哇呀，真得我倒嘞，哦，啊，那讲唔是讲，我唔敢讲，我嘛是讲嘛，但是讲，为啥家己讲我倒？哦，这大家拢讲个，讲遮好啊，无法哦，拢突破，拢用泡泡用，我讲想啊，这运动也无倒，用泡泡用，我讲袂晓拍去哦，想一直提，提较紧哦，用咩提，用咩比较，足紧个，啊，那讲嘛，伊讲三届啦，无去啊吼，请假三届，啊爱落地啊。安尼啊，啊，我即个三界落地，落地就是我都用心讲啊，咱用心的课我都讲，但是遐要自己参加。啊，这是咱为虾米安尼？是吼，我都坚持，所以咱必成佛，必改掉这脾气毛病。你若无我都克制家己这个歹胎心啊吼，要咱人做者吼也习性。这习性呢？真正歹改，为啥做歹改？慢慢一体会，如果你迄个事情对你足久啊吼，比如讲，以你出事了，慢慢去念念着事情，念念着，哦，所以咱修道有啥物爱用戒律吼，戒律吼，哎，
啊，来盖就弄。你若无盖，拢是你讲的。比如讲，有啥物人爱清口，清口无啊？怎若无清口，无这个盖，是你讲的。迄个社长力量，毋是，毋是拢像咱即卖遮好吼，个太理事啦，啊个种种吼，家庭拢是咧受用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吼，个环境做好，因为一个环境会当培养一个性情吼，然后再民主的环境来培养它，所以孟母三迁，不是不敬畏人吼。所以这戒律非常重要，你若清口了后，你再戒掉迄咱人迄。力量型的，我阿早酒啊、烟啊、钓啊吼，拢会啦吼。这是你讲，因为阿早做铁啊，所以我进来做铁啊。你嘴教人个头家听，头家要听着。做铁啊，好食，好足少呢。啊，无恁一辈，无恁嘛足少呢吼，无部分嘛足少呢吼。啊，若无迄个阿早当进电视讲的三两杯就比迄吼，迄个进来师傅拢爱啉吼。为什么？若无这个概念吼，无人行上这条修行这条路。你讲要改掉这個，敢有可能？你看敢有可能？除非讲吼，所以道这种物件，就人讲天下立凡至于道吼，天下立凡至于道，只有这道了解这真理后，你要行用修行这条路，你自然就爱行。既然要修啊，就爱改掉这失败物件。好，这是咱我都讲，这个看到有一个吼，外口物件，不过咱的事实是咱内在心魔。按内在的心魔，这个心魔是咱从伊咱内在这个物件，伊话都叫吸住了，哦，伊啊相当的功夫啊，去吸住，哦，当个心魔是先吸了心魔去啊，比如讲我，咱慢慢体会哦，就我慢慢去解下哦，比如咱打冲啊不冲啊时哦，啊对啊，已经用不冲啊，哎，从今日不冲啊，你未想要看册哦。都想要转电视，对不对？坐客厅又坐客厅，都习惯。哎，电视转嘞，哦，这么无啦，我拢会关心新闻啦，我不会看连续剧。哎嘛是一个时事嘛，一定转的啊，电视一定转。国家事哦，像我正个学生啊，伊啊抗议哦，反正讲，拢会想要看伊结果吼。比如咱人有一个啦，好奇的心，好奇的心会产生咱的大养成的这习惯。好，坏习惯都这样。比如我啊，不通啊，因为不通啊。我即个是爱看电视，我爱看一当，我爱去泡一个茶，配一个物件吼，这是不是？啊，再我再泡茶，啊配物件，啊，以前是哦，我都一天一大，因为迄个热热食一直食，哦，啊用泡茶嘛，啊食我物件来，感觉我茶，啊既然茶，怎茶茶做大会上贵，啊你卖啉无啊？啊唔过吼，咱我啊啉一下茶，啊配一下物件，哎、欸，对唔对？卖，卖人无，即摆唔要分对唔对？讲伊个习性，讲个习性。我即摆讲个是好，咱人妈妈会做爱吼，哦，我好，因为话袂老，咱一比较，我听做爱十个人，十个人，有理啊念，无理啊念，哎呀，买点烦恼唔知啦吼。这是阿早，阿了唔知，啊也念也念，啊到底一点烦恼？我嘛，啊，阿唔讲，阿那你讲者好啊，讲者。啊，人也知影，唔对，安尼好。伊唔是，你讲一个一直咧，我做内底有参盐味素，啊，一直加咧，安尼对。啊，所以叫人当其实，唔是讲伊唔对啦，习性应人改对，啊，一定安尼。习性了，养成我们啊，就一种啊，世代吼，代代了，就是造成咱人会患病。病病走出来啊，有一个病态。因为你习性啊，无起来去，养成就患病。咱伫道中，啊，叫伊发觉，不过道中嘛有这种啦吼，吼、哦、这种，就是讲咧，无讲吼，话啦无讲吼，伊拢无讲话啦，感觉足痛苦，对袂？吼、哦，袂啦吼，袂安只，无喊吼，无喊吼，那吼道清来吼，啊，大家伊遐讲。啊！咱今日讲讲讲，啊！若无参悟吼，咱根本硬行去。为什么？应实心嘛吼。这嘛是一个习性啊吼。无你的代志，咱无你做呀，差一个做，差一个话。安尼用心这是实了，咱讲话。哦。
千年无用嘛吼，多年无用啦吼，啊不如修中啦吼，咁是安尼吼，艺术雕刻是安尼，吼，伊得较较半个。咱当然咱讲足侪话，也无应该咱讲咱像歹讲，因为啥？你一直讲的时阵，上去，伊吼会对咱，我当然我当然这个课程无讲嘛，袂使，我无讲大拢会遮侪，我都心念心内，咱唔有佛道吼。哦，啊！我同三个菠萝皮阿姐念我鼻上，啊，大家适当一接线，哦，接你着增加我先来沟通哦。因为咱啊开始起修嘛，啊开始拢要修嘛，所以该要修就是一检讨，慢慢一检讨。我讲这习性加这个脉，对习性加一检讨，慢慢检这方面事，你迄个惯性就无去，你又就无变态。啊，咱老爷迄个习性，你唔知通去发觉的，通去改。啊，养成了就变一个惯病，不好的了哦。慢慢，你自我反省，自我一关照哦，你到底你的习性是染在哪里？你念在什么所在？你只要知你的念点在对，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哦，不管咱是要用什么方法，你只要都要改掉，安就好啊。啊，你若未改掉呢，慢慢养成就变有道理。所以咱讲的。小病呐，无去治啦，变成大病。咱人做讲啊，没病啊，也不啥。哦，所以讲哦，有句哦，俗语咧讲哦，我讲啦，门中之错，不见其长哦，亦有所长；外道之少，不见小损，亦有所损哦。就是讲，咱看迄啊，插迄秧苗哦，迄种子啊插。在用啊，或咱咧报七个啊在，你一工看无感觉长大，不过是又缩掉，慢慢又长大，慢慢长大，伊过一挂看又大了，长大了。迄枝啊吼，足长哦，逐工你倒啊也无无，伊都感觉伊个小损，等于是又缩损，你无久，等下才达到，会达一达到。如果咱人个小错，咱无去啊反省去改掉，慢慢啦，就开始带病，而且伊治病啊。哦，也许吼，咱认为讲比无上，一个心念若变起，伊知影无清楚，迄是毋走过，走过啥？走过当然无上啦吼，但是上，那么也非常哦。你有啥地方撞了以后，迄个地址你念起了，你虽然无去做，但是啊，会撞伊的意识。你慢慢也回想哦，像你困的时候，会做，无也无啥，拢留有所思啊，也有所梦。不过我你也无遐想这件代志，为啥物？迄个梦会走一件代志出来吼。迄是都是咱的梦中吼，咱慢慢去体会。但是做梦的人，会向伊慢慢体会，啥物代志拢爱靠体会啦吼。我讲慢慢以生活当中，以咱的去体会，为啥物你安尼？原来就是迄个中医是中医在做，过去中了啊。在做啦，哎，咱个念头想到你拢无去做，搁撞掉啊！啊，撞掉就当你无意识当中去迄个了。啊，你若无去发觉，会叮叮当当，会多济。所以吼，迄种咱遮伊会讲伊对症啦吼。啊，无走啦吼。有道理啦吼。免听多济，两句话吼，啊三句啊，我讲三句，你啊起啊用吼，受用无穷。为啥用受用无穷？我再讲只物件用，伊生活当，伊会当去觉察，觉察是咱个觉性，你有觉性嘛？咱每一个拢有一个觉性，踢到铁板会听袂？会咱个神经，你会感觉疼？踢到哎一声，迄是咱人个神经，迄个有觉，马上察觉到。然后你要观照。哦，有啥我去踢到？啊，这踢到是，迄、那个起因是啥？啊，为啥我会疼？啊，到底是啥让我疼？你慢慢遐分析吼，遐分析。你日常在咱生活当中啊吼，每一工行你个厨房，好，放厨房。你厨房爱，你为啥物？啊，早咱若爱行火，我啊早爱行迄个行茶吼，厨房。无像即种用电锅吼，安尼水几箍啊，几箍洗洗啊，用诶电炒诶 ，OK， 无
共有啦，迄无共有啦。啊，主公也共有，主公也像咱兄弟也共有。兄弟也有兄，袂使上紧，也莫莫超过头。哎，嘛，要滚啊滚啊，开始啊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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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了，我后下吸，安尼啊，吸个力量，帮助个只好只来蛮好。袂超过头，手我条条片，啊就袂超过头。迄叫金金吼，迄组织，迄叫兵力量。所以讲。修行嘛，同款，甲咱个主观同款哦。所以，你当你主观个当中，咱修行当中，去考虑涵养。涵养咱本来迄一点，就是咱个自信哦。迄个光，修行时讲光啊，自信个光芒。你有光芒，才能够照出一切的黑暗。因为啊，就是讲光就叫地底光啊。智慧光如果越强的话，那你的毛病就越少。你的机性的这个，因为只有靠着这个物件，你才有法度修完。从咱迄个歹的心、歹迄个歹的物件中中间去着着，慢慢个修，慢慢个体会迄个心啊当中吼，还是当心在当中，慢慢个意会迄个物件。所以，你袂当克制咱家己，变迄个量去了，你马上啊一，吼拄好讲。啊！伊动机吼，如果讲迄新闻的物件，伊知影，伊遐当然你就了解，当然后壁迄个物件拢无。但伊你我都了解，变了咱要这物件，其实有迄动作，有咩有落去啊？克制，克制我心莫阁浮动，莫阁爱做咧，一直聊咧。人讲话啊，物件吼是啊，爱愈少愈好啦。啊，不过呢，咱拢啊爱护者，慢慢要回想，咱是爱护者。何况哦，你工厂，你要，比如讲，你这间厝我都弄了再人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人啊吼。咱讲物件物啊，你咱慢慢要回想吼。其实我啊穿嘛无几双，不过看到衫想要买一件哦。像我啊，有人去流行鞋啊，嘛想来买时尚鞋啊，出国来当钱嘛。啊，像去流行买双啊鞋子啊，买个买，我去贵，听啊。我讲一个故事，最近孩子啊，咱人孩子嘛怎啊，去菜市啊买菜。哦，迄条拄啊讲哦，这咱人个食啊食健康啦，爱咱啊食五谷啥物啊，食伊讲无食拢无健康啊。啊，一个迄种加豆奶个豆奶汁啊，哦，啊伊啊喝也食，试食看哦，这袂歹。啊，恁无咱食，拢食迄毒素啥物啊，要买。哇，无食会食三杯才买一台的。为什么？为着健康。啊，所以就是咱人孩子。哎呀，我讲，因为时间啊匆忙啦，啊，其实讲的，我讲一个结论啦吼。我讲先做一个。念无啦吼，讲天地间吼，真滋味吼，非真者常得之啦。无咱今日咱去食物件，比如咱去食吼，即马食饭配电视，食饭配话，食饭配啥物？配配菜啊，有啦，我会配菜吼，我者我会配，但是啊，迄味敢食会无？有啦，但迄个汤头啦，用了好，感觉我这真好食，迄真好食，迄是迄、那个。咸咸正本事，但是迄盐味、迄、那个味，比如讲迄个味道的味，比如讲咱个豆，你今个豆到底豆是啥？迄、那个豆的原味，你变啊变出来，变啊知影，变识个头，变啊会了解，会有证啊吼。我讲个证，为什么买落无证就骗动物就知影？为什么人唔知啊？人不了解，你跌当，人遐动物拢知影，所以啥物人佫唔知影？我摇摇倒倒嘞，我跌跌。
所以咱人哦，拢啊心情浮躁，心态都心态了。所以寒哦，寒来不如去寒哦。咱无一时心定啊，唔讲咱人，只咱人对咱迄个心，无一时定啊，无一时定。你话咱要啊修什么修？人家讲你一直爱动，一直做，一直拍。我讲的拄仔讲，一直摆心思，一直摆，走一直做。这心到意呗，咱个心不是心到，心到迄个心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无一时定了，无一时定了。所以大家讲，地气才会当怎定啦？因为咱地气的功夫，哦，定静安如定，许物件你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观察，慢慢去得着，慢慢得着。原来哇！道就是这么妙，因为你若真来看，伊个体会迄个物件，伊咱个生活中五境五脏迄个物件运转，你拢非常清楚。哦，迄个味，伊也走会出来啊。是讲啊，天地间精气，精气产哦，唯有精哦，才会灵识得透了吼。天地真真机。我冇讲，苦啦吼，第二啊吼，你苦嘛吼。讲天地间呢，我拄啊讲，天地为啥物？天甲地，咱人用着咱人，就叫这三种。不过咱人拢无着观天、察地、察万物这个物件，万物会当认得吼。你所谓方不归正这物件，你个得七天地啊，我比一下。天十天日头，安尼照大地，对不对？暗时啊，你啊寒天吼，要正寒天，透水比较大。然后日头照了，啊炎了，你坐你讲每种讲降这透水，滋润咱这万物，咱个心心不息。但是呢？咱拢无去体会迄，所以唯有真正能识得透。你若静落来，哦，你才能识得透。那知影？原如果阿早七，迄个《论语》内底一个孙啊，七五年言吼，孙啊吼，还是讲有啊，伊我都七七甲这个天地这个之间这个味道吼。才当心态着，伊才当伊照顾万物，讲咱人着着，咱人每一工把咱照顾饱好好，迄叫咱人啥？咱个主人，咱个不行吼。不管拢是一个人生吼，逐工工作伙，时常工同出同入，咱个食饭工作伙，咱个困工作伙，咱个创作伙，咱想拢知影吼，这个。你有咩啊？觉得为什么伊遮尔啊妙用吼？所以咱人民间在做活中间吼，你拢唔知，都是啥造化的能力吼。逐工吃的物件分化，各种有块营养分，来自人家做做事，咱有啊感恩无？有咩发感恩？啊，应该，等一工吼，伊还没做活吼，伊若我唔爱做活，你就做危险嘛？是啥物？啊！伊这厝家都袂晓遐保养，这性命伊又袂晓遐顾，啊！伊要倒去啊，伊嘛住袂住？这间厝伊也无，你当然是拢袂晓保养，袂晓清修，哦，老屋啊、老家啊，已经烂掉，拢夹夹啊，啊，总然伊要离开，咱主人自然要离开啊吼。天地间哦，真真清净哦，非真假能观得啦吼，观得破啦吼。所以拢是真啊吼，讲来讲去修道吼，拢是伫咧修行当中。主要你人，咱人个分精，你若无了解，为虾米？伫分精当中，你若静会落啊，心啊压会落啊，识个好，拢无事啦。咱人就是拢有事，就是当代志来了后，伊静会落，静会落第一念头就是起无明慧吼。所以咱第二步啊，就了解第二步。既然只是大上惊吼，啊无事啦，爱当去滋润咱万物吼，迄个叫咱的精调吼，真调，真调，
迄、那个青椒你也食着。哦，阮娘讲啊，早我哦，行去时啊，啊时啊吼，啊甲咱陈经理，陈经理啊，去讲个，娘讲哦，啊糖哦，分偌济人买，啊分多爱吞偌，我讲哦，就讲分多爱吞偌，啊早报答人迄面人有经啊，啊这人做分多，啊分多你就吞偌，就讲分多伊贪无食嘛。啊，贪无食，啊只有吞烂，啊唔知即个伊用伊讲，咱若营养无充啊，就加水直接不食，只啊难上强，第一就是修行啦吼。咱修行，唔少功夫，我拄来讲三种啊吼，好写一下吼，伊也体会吼，就会写，只要是咱得到三宝好啊，皆用吼，关照吼。这三个要用的，都好用。第一，你的人伊啊，觉察到事内用的，伊啊关照，伊啊出力，拢无事啦。这是用想的第一，可用目睭时时去提防提防，去觉察咱。主人翁伊个做法入去，关照了后，照见五位才解通。哦，伊人下骹了后出去，出去就是讲书来好调好念头。哦，较好个咩？咱既然到遮，哦，当然修行要一步一步来啦。伫生活当中，落实，落实伊生活，落实伊人个心下功夫啦吼。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